本期讲解一个 AI 绘画变现特训营，从入门到精通，熟练使用 AI 工具， AI 绘画应用， AI 绘画技术应用到各类场景。课程介绍，一个带你从零到一入门 AI 绘画，从而熟练使用 AI 工具，将 AI 绘画技术应用到各个这个场景的这个变现课，适用人群，这些。课程的大纲，硬件需要电脑，需要这一个 MD 工具SD 工具，软件的操作等等，详细的介绍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包含这一个三节视频课，变现如何变现的视频课，还有这个，这些都是网页课程下载了之后直接打开就可以，就是网页。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，咱俩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是 AI 绘画或者是 AI 绘画变现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